时间。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啪，打出剑形 ，A， A， A， 啪。这鸡的补刀手感是可以的啊！我将得到重生。啪！点炎死了，还不交闪现？早不闪现，我寻思我咬你一命，你居然不给我面子，你知道我谁吗？我这叫冰击。回家。这阵风会带来什么改变？好，出门。展翅高飞吧。抽中鹰一下平 A， 哎，算了，这就不去了啊。冰茶的麻烦溜中鹰，走位还不错啊，冰茶的。吃个药。冰茶的平 A， 这个 Q 肯定是中不了，除非他是傻的。我带呀，组合 E 啊，来冰弹冰茶的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打电型。再平 A 打法溜抽一下，来人了，打我蛋，还敢打我蛋，还敢打我蛋，挂 Q 一下，给大，拜拜。总是在观察，没想到吧，我变蛋了。居然敢打我的蛋！超越一生的思考。把这个卖了，我们来一个黑暗封印吧。哦，嘿嘿，嘿。我们链接到一起。先插个眼儿啊，耶，居然不是智能施法，等会儿啊，一般这鸡的连招呢就是先 R， 然后 W 的墙挡住，看他的走位，然后 Q 一下 E 一下，
但他永恩这英雄他有点不一样，他可以让我们的技能打不到他。不过这一波小伙子应该是够呛了啊，致命点烟。我来吃个塔皮，抽一下呀，给大挡住，给 E 平 A。 你在干什么？我给你个 E， 你怎么回事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送。挡一个 Q 技能啊，这永恩可不一样。来，让他上来，我们走位，走位。这个没动，我就知道他肯定要大我。我们走位只要好一点，他指定是大不到。抽中 EA 肥大，为什么看不见底下的蓝啊？为什么看不见底下的蓝亮显示啊？显示技能消耗啊，这得看一下，这不看一下我都不知道，这出不出来啊。算了，那美甲的窃魂卷吧。那这鸡这玩意儿可老好起来了，这大鸡为什么敢打小龙？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来了，我这350的移速，我来了。嗯，你刘哥居然跑出去了，我没想到啊。我扣他一下，一些古老的东西在角度里。天 R 打板溜扣回来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给我蓝 buff， 我一定得要蓝 buff 啊！不给蓝 buff 不玩了。真就不玩了，不给蓝 buff 肯定不玩了。二级 Q 差不多了，不学 Q 了。Q 一下，动 R 一死，差不多。我们的现在的虚区一个亿四五百。我挡住，哎呀，没挡好，走位。没关系，我有弹。我可以随便放技能，现在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等一下啊，直接在塔下放个 R。不行，抽一下，一下，给大，他回去了，回去吧，直接给大，抽中，啪一下 ，W 挡住，
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我还有蛋呢，没关系啊。哎呀，我信哥，我给你救他俩没关系啊。来，抽中 ，W 一点炎，北大一下，来。一下！哎呀，我的蛋，我的蛋！这波一娟没死，老艾克，我跟你说，俺俩指定是没完。就你呀！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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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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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刚才这墙没挡好，我挡回来了呢。哎呀，我这美甲欠魂券！这墙给你挡的，哎呀，没挡好，这智能施法距那个地方没放好。正常挡好了，这波应该也能让落手老淤血，真的，应该差不多让他老淤血了。不过我这鸡玩的生疏了。以前在我打中单的时候，有几个英雄可以玩，一是冰姬，二是德拉斯。这都现在这些年轻人呐，这都开始玩了，我们这都不行了，这都。花点时间。怎么回事？谁呀？这俩人怎么回事啊？完了，虚区有点高。哎呀，这永恩他技能能打断我的冰风暴。把我的冰风暴给我打断了，这波是有点装杯了啊！毕竟我们也只是一只鸡。我的美甲欠魂卷，我的美甲欠魂卷呢、啊？突然之间永恩就值钱了，还有赏金了，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。到死没死啊？徒弟可能差一点，哎，死了，可以啊。明白了。把那中路塔给他拆了，然后我们就打个蓝 buff 去。艾克有蓝，哎，那我们杀个艾克吧。哎，这蓝 buff 不就有了吗？这把艾克一杀。往这走来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！哎呦，你这个大刘，致命点炎，
哎呀 ，ADC ADC 好狠 ，ADC 那个大刘，哎呀，打我的蛋！好小驴人。把他下塔给他拔了，守下中路。哎，那小永恩过来了啊！没事，那永恩过来，过来吧，过来就白送啊，让他白送。回家，俺们大天使了，走得好慢，快把鞋做了，抹美甲，切魂卷了。哎呀，走得会快的，会快的，会快的。将为弗雷尔卓德献出一千次生命。Shut down。谁死了？我的信哥拿完蓝就死。哎呀！超越一生的信。嗯，你回不回来？你说你回不回来？我们负 W 啊，鸡吧，两级的 Q 差不多了，两级的 Q 收个兵就够用了。越往后打越得 W 技能，这个 CD 快一点，强厚一点。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。哎，刘哥，满级了。我们链接到一起。我们推个二塔吧，既然对面不来，哎我的妈呀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啥天来的？这家伙这流头啊！现在这鸡出点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把我们需要一个沙漏，没有沙漏不行，这把这把得要沙漏。像对面这种阵容，必须得要个沙漏了。我的扣能后手吗？每次都是空，空了吗？雪花都有它的意义。没空吧？我这扣没打空啊，怎么就空了呢？那不让那刘给我控了吗？那空不空的咱也动不了啊。再按一下眩晕。哦，是吗？原来再按一下可以眩晕，我都不知道呢。你这不当我没玩过英雄联盟？兄弟，你觉得一个冰机玩成这个样子，啊？冰也没冰出来，我怎么死的？我操！那最后一枪打了我500多。玩个屁呀！这怎么 ace 了呢，兄弟们？这得保护我一下了啊！下边的团战，跟我团，保护我一下。这团战给我打了个5换1，我操！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。
来吧。花点时间反思。来来来来，打波团战。漂亮，这牛头真是不怕死啊，我发现这牛头啊，啊，刘哥有这么不怕死吗？嗯？哟，狂风之力！你刘哥确实不太怕死，我这一看。ADC 一没一着，快让我复活！我的蛋！我操，这 ADC 这么猛，哇抓 Q！ 我的美甲切魂卷呢？刚这波也能打输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们需要一个帽子了，法杖帽咱不用。打个蓝 buff 去，可以打大龙了，尝试一波打大龙吧。总是在观察。永恩是白送的，落手是白给的，牛头是我闪现杀的。还能剩他妈一个艾克加上一个 ADC， 一个人都没死，真是一个也打不死，真是无语了。我往上走了，人呢？我将为弗雷尔卓德献出千次的生命。啊！妈呀！杀了个艾克，全死了。这是怎么打的呢？这每一回你是。不应该打成这个样子，兄弟们。我盯了他们也死不了人，但我还是没盯出来啊，死的有点太快了。我可能得想办法杀他们的 AD， 还得，关键这后排英雄吧不太好杀。先法穿应该，出法穿干啥呀？对面连魔抗都没有，我出法穿有啥用啊？没事，挡一下这山羊吧。
这家伙给我堵住了。嗯，手波中去吧。哎，我说这 ADC 这么猛啊！妈呀！呀，这个 Q 没中，我确实是没想到啊。他打了我两枪，打了我一千多血，哎呀，我操！我都以为他这边要送了，我没想到这 ADC 居然没送。他 Q 没空是因为他三速鞋我没预判好，他这个三速鞋减速没有吃到，你知道吧？我 R 技能减速他没吃到，减的有点低，正好差那么一丢丢，我没想到他能猛成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吧？